大家好，今天来明洞逛啦，很高兴可以和你们一起逛街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哟。其实星期天明洞人还是挺多的。服务区域像这个埃斯特兰的最近还是比较火的，它比较适合敏感肌，什么都可以用，它最近还是蛮人气的，就有各种各样的药妆品牌。现在来看一下面膜，最近这个应该是保湿的哦，这是鱼腥草的镇定的。然后比较人气的 Dr. Jonathan 他出了新款，像这个就是新款，这个是毛孔和角质管理的，然后像这些都是新款。面膜很好用哟，绿茶加绿豆，然后它现在有新出这个是积雪草，是之前大家都很喜欢的七天面膜，不过它已经换包装了，换了包装以后我觉得更好看。还有这个他们家的鱼腥草面膜也特别有名，但是现在也出了新款，一个是积雪草，一个是仙人掌，这个我买两个试一下。吃的绿茶面膜是镇定的，也可以试一下，这个应该夏天用起来蛮舒服的。然后它还有65%的积雪草提取物，这个是鱼腥草积雪草面膜，我也打算试一下。哇，这一个系列哦，全部都是镇定的，这个是鱼腥草精华，洛酸鱼腥草水面霜，这个面霜也是镇定的，你看它的质地就还是非常的好吸收的那种。这个是洁面，
这个韩绿的红柿水是我现在在用的，我觉得它是很清爽的，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可以试用一下这个。这边也是护肤品，都是一些药妆，比较温和。这个 Toledon 的透明质酸精华特别好用，它就是补水效果非常好，它现在特别是现在是夏天嘛，然后它的质地又很清爽，所以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用这个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。这个颜色我记得以前佩丽佩娜有出过一款差不多的。这边就是一些小工具，梳子啊、美甲啊、指甲刀什么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化妆刷， Too Cool for School 出的这个刷感还挺好的，这用来刷腮红应该挺好用的。哇，我觉得他家新划不出来，我觉得他家新出的这个系列看起来蛮好看的。但是女生的话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喝这个味道，这个是 apple berry 苹果梅子味儿，这个比较小女生，但我就比较爱喝这个。我要买一瓶喝的，一会儿在路上喝，因为天太热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，椰奶酸。哦，我喝这个，这个是狐狸茶，这是红豆的，这是南瓜的，我今天要喝南瓜的。好，我现在要去结账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，点赞转发，谢谢大家。